这个，啊，拄则讲你一个人真郁卒，敢是为着合约的代志啊？我之前想听讲有转机啊，啊，乃是嘛嘞？啊，煞毋知影吼，尾下又搁变卦啦，合约又搁卡伫个遐啦。阮本来咧欢喜讲吼，真无简单，用个当个世界西餐厅表演，啊，结果因为我的糊涂吼，出这个错，阮又搁失去表演的机会。我相信这次真是袂啦。唉，阮这艺人吼，若是失去舞台，就袂输敢若讲一个人去滴着感情啦。迄四秒，你一点啊一滴吼，互迄感情安尼甲消磨去啦。啊，我即马逐工伫咧厝诶吼，若是坐遐看一光灯，啊无就是坐遐食吼，独孤互电视看，感觉讲人生吼，实在足无意义诶。这个，你敢愿意互我试看卖啊？我咪当属下，无定着，我等下无看法较多，甲对方讲看卖咧。真实了，你愿意甲阮斗三工哦？当然嘛愿意啊，啊是讲讲会成，讲袂成哦，我是唔敢讲啦。伊不过我认真转了。你来找妈妈，有啥物代志？你伫遮做工课？你毋是专工来找我？我是来找游乐传播的洪总经理的。啊，我就是洪总经理啊。你做囡仔的时阵，妈妈常常跟你约卖菜，你出的题目，我常常拢约会到，敢讲你放袂记啊？我今日来是不该讲公事的，唔是要讨论我细汉的时阵啊。我想要拜托你，莫阁刁难双星报喜啊，欢迎进来表演。若不是为蔡玲迄个查某囡仔，你嘛袂插手管这件代志，对无？我甲蔡玲代志，你嘛知影。妈妈就是无愿意看到你真心对待，煞换来你蔡玲的绝情，我想要替你出一口气，所以无愿意甲双星报喜和解。为着我。你是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代志啊？啊！你就是讲你爱做，我就会感谢你。我唔是爱你的感谢，假使讲今仔日若佳佳去被欺负，我相信你嘛会出头，敢唔是嘞？这十几年来，你从来都冇出现在我生命当中，结果你即摆一出现，都要用妈妈的身份来管我的代志，你是凭啥物啊？我讲讲要让你管，我再讲。我甲蔡英代志，你是了解偌济啊？你凭什么大出大意，要替我出气啊？过去代志早都已经过去啊，我无想无打过。今日咱不只拄着你，我拄只讲起话，欠家一世人，我袂讲出来。那呢？过去的都好放袂记的，我即马开始，咱母阿仔重新开始。丁仔，丁仔真想弥补，我拜托你，你有双心报喜，就来表演。我已经感谢你。